请问你在做什么？我看我们朋友。我陈君啊。妹妹，你在做什么？妹妹。我在做，这个是。这是什么？蝴蝶啊。还有，骨头啊。然后呢？燕姬做什么？燕姬。燕姬做什么？燕姬。金鱼做什么？金鱼做什么？都给的啦。不要这样子啦！做什么？我知道，就是说，哦，其实有个美丽鱼啊，有一个很可爱的青蛙。哦，你说青蛙？青蛙是青蛙，我不是很讨厌的，我不要。